这几天来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我们从大漠孤雁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，我们在吹奏着中外的乐曲，也在体会着人间百态。明天不管你要回到哪里，身处何方，又将开启怎样的人生？我们都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几天来我们所经历的那份振奋，那种喜悦。这是舞台上每位艺术家绽放出的光芒，也是口琴音乐永恒的魅力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那么就让我们相约2年后，中国无锡，咱们再见。